可以摸一下啊，这可以对正一下，这边是一个黄体，右侧是一个卵泡，对，可以验证一下，这个咱们机器看出来的，你看这黄体也看出来了。这个鸟我有胎吗？有胎？没胎。你29天的应该说能看到的子宫有腔体了，现在子宫也没有腔体，而且现在你这个卵巢上还有卵泡，有卵泡的发育，有卵泡的发育，这说明这个情况就不妙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子宫，子宫有点肥大，而且还感觉这不是子宫颈吗？看得非常清楚的。在卵泡上面，你看这卵泡。这个卵泡，你看大家，没事没事，等，别想，我叫你这技术对了，你光看把孩儿一变就对了，你看把孩儿变上。